马栏山综合学院，马栏山综合学院开学了，开学了，世界领袖人才的摇篮，梦想起飞的地方，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，培养一个惊世骇俗的你。我校四大王牌学院接下来为您倾情推荐，首先是美容美发专业，一年洗剪吹，两年居烫染，三年实习，四年到岗，包教包会，不会再教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校的优秀学员神剪刀手马可。曾经拥有一头飘逸长发的沙姐姐，经过反复的练习，头发越剪越短，凭借着对美的充分理解和过人的创造力，巩固了她六届第一美人的地位，引领六届的潮流风向。厨师入门先学雕花，学好雕花致富发家。我们的优秀学员郑元畅，凭借着骨骼清奇的大长腿，被我校雕花专业破格录取。然而长腿对于雕花也并没有什么用处，于是他又苦苦修炼手上功夫，不仅雕绘了世间瓜果，也雕刻了自己精致的面庞，成为一代鲜肉。推朗朗乾坤，拿高薪收入，推拿是让泳坛飞鱼都欲罢不能的中华神技。我们来看看这位学员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，可是他恰恰都不是，他是推拿师傅杜海涛。俗话说久病成医，腰不好的他越推越精，如今他已练得分筋错骨手，成为能为每一位顾客注入洪荒之力、涅槃重生的推拿大师。挖挖挖，挖出三亩地；掘掘掘，掘出八桶金。这是我校优秀学员代表李维嘉，你看他那坚挺的鼻梁，向世界宣示着他就是一个天生的挖掘奇才。在进入我校挖掘机专业之后，更是如虎添翼，稳坐了马栏山挖掘界的第一把交椅。